关注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秋雨呢，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。那本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一期这个枪械测试的解说视频啊，也是一位小粉丝在 QQ 上面留言说，让秋雨呢来测试一下这个炫金毁灭啊，顺便呢帮他上一下镜啊。那秋雨呢是从来没有见过过这把枪，所以说也比较好奇啊，上来呢做视频给大家分享一波啊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见过了啊，不过我土包子你们懂的啊，所以说想看一眼啊，想看一眼比较好奇啊。我们装上这个枪，先去这个这个人机试炼里面看一看，然后呢下一期给大家出这个实战视频啊。我们先进这个运输团去感受一下这么一把黄金的毁灭啊。毁灭的话，很多小伙伴呢都说有个什么视野啊，其实那个视野本身是可以关掉的，秋雨呢就不喜欢那个视野，所以说我就是关掉的啊。它那个是有个开关的啊，就来回切换的啊，不是很那个。这个炫金毁灭看上去蛮帅的，还挺帅气的。哎，当时我记得写一个什么，黄金的毁灭叫什么来着？叫王者之，哎，王者之啥来着？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哈。王者之，对，王者之力是天龙居吧？黄金的毁灭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你还突然想不起来，脑袋好痛啊！不过我们是来测试这个毁灭的啊，在人机里面没有延迟，最能够找到这种对枪械的把控啊。这个枪管的话是白色的，哎，其实秋雨蛮喜欢的。然后枪身的话跟那个纯黄金的那个毁灭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把声音稍微调小一点，边玩边解说，可能这样打的声音会有点大啊。看看枪身吧，枪身我可以给个九分啊，我觉得是挺好看的。有点炫啊，看看他换子弹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哎，换子弹的时候跟炫金雷神也有点像啊，真的是长得很好看的一把枪啊，我是蛮喜欢的，可惜我没有啊。所以说下期的话，看能不能拿来给大家打一个枪王排位吧啊，首先先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看大家呢喜不喜欢这个枪啊。我是觉得蛮喜欢的，但这不是推广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枪它是从哪来的，反正呢我没有啊，我也没有见过别人用过啊，有点尴尬啊。这个枪其实它这个黄金的颜色跟那个黄金的毁灭差不多啊，但是它主要是镶边的话有那种采光的钻石啊。这个枪上的这个特效应该是后期加上去的。它这个狙镜上面的这闪闪的这个钻石啊，挺好看的，五颜六色，炫金了啊！应该我觉得要比黄金的要贵一些啊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为什么无线电里面还有人啊？好，然后来测试一下这个开枪的这么一个节奏，不应该用 COP 啊？这枪的话，应该也是跟毁灭同属性吧，属性应该是不会有太多改变的啊。主要还是外观啊，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也有跟大家聊过对吧，一把枪如果它外观好看，长得好看，你喜欢用的话，你拿在手里会感觉很舒服对不对。一个枪做的有点丑，一点都不酷，那你拿在手里虽然再好用，可能也有一点难过对不对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。哎，调一下，好嘞。我运输船单顺打的比较少啊，希望大家不要嘲笑我。看我连人机都差点没打过，居然一枪他不死，哎，秀得很。这枪还行啊，还是有一点点底子，有没有？哎，那我们就打最后一个。好，那本期的解说视频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么么哒。